来，各位朋友，刚经过热闹的花博公园哈，那我现在是上线了，现在4:28哦，没错，我今天还蛮早出门的哦。那今天呢是礼拜六啊、这个今天我的这个作战方式会有点不一样啊、因为一位朋友哦，啊、就是给我了一些建议哈、哦，这样，那我决定啊，今天就这么做啊。既然我下礼拜一呢，这个确定不上线，烫江跑不到哦，做周末烫江跑不到，那我干脆呢，我就尽量挑大单来跑哦，就不要去冲什么烫次，为了冲烫次数量啊，什么40块、24块的都跑这样，我就专门挑大一点的肥单啊。啊，我想想呢，其实肥单也没那么多了哦，所以我就决定就是啊、专门跑50块以上的，啊，50块以上的我就接啊，大概是这样，用这样的角度去这个接单哦，这样。那看看到时候再看看今天哦，这个以挑单哦，就用这个角度去挑哦，看能不能就是也跑出一些不错的成绩哦，这样好啦。那我现在要慢慢的往老地方前进啦。啊，各位朋友，在中山北三段后，又接到一单了哦，这单就73块。好，那我要先讲一下哦，刚刚我已经送完开市单了哦，40块开市单，因为很近哦，民权东山麦当劳哦，送来这个中山北三哦，非常的近，近得不得了。想说那我还是接哦，而且又是开市单嘛。那现在我又接到一单咯。JS American OK 好，他在花博里头，所以我要到花博里面去找他啊。好吧 OK， 看他那个70多块钱接啊，不是接，我已经接起来了，那70多块钱还是去接哈、哦，不要取消。好，各位朋友啊，我现在人在重庆北路三段啊、哦，那么我刚刚送完一单了哦，这样就是送完刚刚那个接到70块那一单，然后那一单呢，并不是距离远70块，是被弃单。哦，我这个应该是接起来的人哈、哦，接起来的司机一看到，哇塞，我居然还要走到花博里面去取餐哦，那就直接弃掉了，因为今天是比较热闹的日子嘛哦，今天花博都比较热闹，办很多活动哦，这样，所以通常哦。走到花博里面的美食街去取餐哦，是比较辛苦一点啦、啊、哦，不只是远的问题，还有比较辛苦这样。那我刚我就当然咯，嗯，我发挥脚踏车的优势，直接就给他进去了，然后取了那一餐，这样。不过也妙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到的时候呢，这个店家还没准备好，表示我又太早到了。哦，不过哦，很奇怪，我有发现哦，最近几个礼拜哦，这个 Uber 工会哦，这个给单都给的特别的早，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说你很有可能到了现场之后，你还要再等一下，哦，往常哦，你不能讲往常啦，至少疫情之前我的经验是都是 Foodpanda 在等餐，哦，但是。最近几周，我发现哦，都是我在等餐，然后看到Foodpanda来了，东西拿了就走，这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。不过也没关系啦，对，等一等身体健康。当然等，要是超过时间，就直接弃单也，哦，就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生命哦，这样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这个八德路跟辽宁街的交叉口。啊，因为我刚刚就是接到两单网，一通接跑，那、送完之后，我想说离这边有点近，我就换过来了。喂，47块，大润发中能店，嗯，2公里可以啦，接啦，好啦。本来想说至少要50块以上才接的，瞬间忘记啊，算了，我去取餐了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刚刚呢在这个全联啊。全联延吉哈、哦，哇，在这边等了5分钟哦，因为我接了一单，那一单还蛮漂亮的啦哦，那50多块钱，然后距离近近的，然后看餐点数量也不多哦，但是相当可惜是哈、哦，我前面哈、哦、
还有五单，然后我就问一下那个店员说啊，我的这个单什么时候会好这样？因为他是要先去捡货，然后再送回来，然后才装袋。他就说哦，你没有那么快哦，你前面还有五个哦。哦，那我想说我都已经等了五分钟等他出现了，然后他还告诉我说前面还有五个，哇，那我当然是放弃啦。哦，好吧，然后赶快把我大包里面哦本来就有一单了，赶快把它送掉哦，这样，哇，那好多，就我在那边等的时候，也是看到那个啊熊猫啊，还有其他那个 Uber Eats 的伙伴也是进来看找不到单，然后哎。马上就转走，看来大家啊，长跑这边的应该是还蛮习惯这间店，很会拖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他们速度很快啊，来了看不到单，马上就离开，二话不说，连等都不等啊，所以我还在那边等了五分钟，笑死了。好了，我现在手上没单哦，所以我要到前面那个啊顶好那边的麦当劳哦去等等看，那麦当劳也是我的好朋友啊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台北小巨蛋站啊，出口四哈，南京东路上面，那对面是好朋友麦当劳。那么现在是7:17，目前跑了11趟。哦，我已经断单15分钟了。好。啊，巷子里面呢，就旁边巷子里面有看到其他的伙伴也在等餐。看来今天应该是单量不多，然后大家又晚上都跑出来了，这样子。那我已经在那边等了17分钟，那都没有单，那我打算再换个地方看看。啊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小巨蛋有活动啊！哇，好多卖这个拉拉棒，是不是叫拉拉棒啊？哦，那个加油棒哈、哦、的那个摊贩在这边这样，哦，感觉很热闹，很多人呢。哦，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活动哈、哦、这样。好、哦，我不管了，因为我要换下个点。很热闹啊，好多好多摊，哦，哦，冷气超级强啊，各位朋友。酷毙了酷毙了，看到没有？好多人，哎，我要过马路。好、啊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7:30，那我一样还没有接到单，我现在在小巨蛋的旁边啊，想说在那边看有没有微风南京的单可以接哈，没有。那我今天跑11趟，600多块钱哈、哦，差6.7块，哦，那么断单半个小时，我想应该今天大概就这样子了哦。今天可能大家这个晚上天气比较凉快一点，大家都出来吃东西了哦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决定下线回家啊，明天再说哈、哦，明天再说哈、哦，这样好啦，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子了哦，呵呵，断单半小时还不回家，就实在是太拼了。好啦，那就明天继续了。